我的完美女友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身材。胸围胸部小是不是？我哎呦，我这半身身材又不是只有胸部。孙老师，你找死！电影要来不及喽。哦，没关系，你慢慢来，赶不上请我吃饭就好。哎，拜托，我刚才是谁在那边闹啦？不过也没差啦，反正我现在要懒人裸眼霜，底妆保养一次搞定，而且还有防晒。你这话不要说太满，你平常都花一个小时以上。好了，这么快？我游戏都还没玩完嘞。拜托，我现在有上妆法宝，好不好？不会让你等太久。这么贴心，你有化吗？真的假的？你不要骗哦。可是看起来好像有化哎，因为你这边本来有一点点那个小的雀斑都看不到嘞。这个叫做裸妆感，奶油光泽肌，懂吗？骄傲，当然要骄傲啊！我比你更骄傲。你骄傲什么？我女朋友正啊！怎么会讲话？裴斌怎么了？我们刚看的不是爽片吗？那个小男孩啊，他很可怜呢。他因为长得跟别人不一样，就在学校被霸凌。往他身上泼牛奶，很过分。啊，好了好了，不要哭了哈。你们臭男生最喜欢欺负别人啊？没有啦，不会做这种事。但我最反对暴力啦。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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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好，不要哭。真会痛。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脚。你不是刚才洗完衣服，先休息一下。地板沙沙的啊，不拖一下不舒服啊。哇，你夸张哎！这东西怎么到处都有啊？房间、床上有，浴室有，现在连沙发上都有。就好用吗？到处摆一个，随手拿得到，不是很好？我帮忙还啰里吧嗦。你生气哦？不要生气啦！你看。哎呀，你干嘛啦？你看，好软。你是说我太胖，肉很软是不是？没有，你是心很软。你看你这么贤惠，你的 body 这么的结实。怎么会软呢？等一下，你说结实？对啊，结实，你好结实！哇，你看这个，哇塞，你好这一口，你口味也太重了吧？哪有，我说他这个穿搭好不好？而且这个又没有相处过，你知道吗？嗯，还讲啊，老兄啊，你也应该练一下，你不要只有头好看，身体不能看。哎，傻傻的你。花，下次。餐厅的时间要不要延后啊？不行啦，这间很难订哎，而且那间餐厅不保留位置的。你就先忙完你工作的东西啊，反正餐厅又不是只有这一间，下次再去就好了。你今天吃错药，你人怎么那么好啊？怎样啦？那我帮你化妆。你先完成你的工作好不好？哎呦，没关系，而且你不是说用一瓶就好吗？很快啊，你都等我了，我就不差这点时间啦。你确定你是想帮我化妆？真的啦，来，怎么弄？就拿这个的底部，然后去沾蜜粉，然后轻拍在脸上。哇，很好。哎，这个东西弹性很好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有点越来越用力，轻一点。哦，轻一点。好了，你赶快回去工作，我自己化。快点弄，我要吃饭，肚子饿了。我是吴佩敏佩佩。我是黄又杰又又。各方面来说，你最在乎哪一点？善良，因为我相信善良的人不会做任何的不好的事，因为他会有己及人。其他我真的都觉得还好。真的吗？卫生习惯很差啊，比如说抠脚抠，他会放到嘴巴里面这样子。你觉得这样子的人很善良吗？他是热爱小朋友，然后照顾老人。考倒了，考倒了。我会尝试沟通，下次见，拜拜。